老大，今天我们干嘛去啊？走，今天我们去绑一位美女。走，哎，美女，今天我要绑你啊！不是，给你变个魔术啊！你看我这条绳子，对不对？看一下，嗯，绳子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你可以拉拉看，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嗯。好，没有问题吧？嗯。好，这样子，我首先呢，我要把你的这个绳子套在你的后面。什么呀？这个。好，把头发往后捋一下。不是，我没说，你在干嘛呢？给你变个魔术。等一下啊，你看，来，别动，来，两位帅哥，帮我拉一下，好不好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数一二三，非常简单，你们用力往两边拉就可以了。你们一伙的吧？你干嘛呢？变个魔术，我没想起魔术。等一下呢，你看绳子呢就会从你脖子这里逃出来。怎么可能啊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很安全，所以呢，我要把这绳子从你的衣服这里穿过来。哎，哎来，拉好。来。干嘛呢？来来来来，我们编个魔术。好，来拉好了啊！我数一二三，你们用力往两边拉，没问题吧？啊，你确定吗？这魔术？对，我们相信魔术，这样子，我相信这样还不是很安全，所以我们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需要打个结。哎，这样子，拉好，这个就变安全了。对，你在搞笑呢？对对对，这个安全，这安全了吧？对，你看大叔都知道。等一下，我数一二三啊！记住，我们往两边拉，好不好？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不要死了，放我走吧！不想死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相信魔术啊，相信魔术。来，准备好啊！我数一二三，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如果出现问题，记得找他们两个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我们相信魔术，准备好啊！一二三，哎。